大家副总好。好，大家好。那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哈陈忠彦啊，咱们副指挥官。好，那我们的浩浩跟翔翔啊。好，两位哈，一个是我们 CDC 的司长，一个是 CDC 的副组长。那他们两位都是在最引导我们的整体的防疫的团队。好，把我们的疫调啦，还有那个讯息的收集、政策的决定，都做得非常的好。我们要首先感谢我们的号角响起哈，大家拍拍手。